我明白我们都不习惯。前方，困难阻挡不你去方向，每分梦想都值得。Oh, I, no lie， 没你说过的每句话都算数。Oh, lie, oh, lie， 陪你牵牛只是借过你三度。然后就把你收了。哦、oh, ，有了，对，这里还有四个八拍了，去吧。下班，走吧，拜拜，来了，今天的训练开始了，嗯，好痛啊！抬脚，飞，踏，四，踏，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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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踏的，啊，都没问题。今天第一次在天台上排舞，我觉得还挺浪漫的，虽然没有镜子，但是呢，因为时间比较紧急，所以还是想着说第一时间能把舞蹈先排完，所以舞蹈老师他们也很辛苦，因为他们其实记很多舞了，但还要记我这支舞，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利用空余的时间，因为现在教室有留用，用空余的时间也把这个舞先排完，然后今天可能排练也会很晚，就希望最后不要辜负我们的演出的那个舞台吧。对，然后跟老师一起加油，拜拜。现在已经10:30了，然后我要赶去下一个舞蹈教室去排我们三个人的东西，今天还是得再顺一下，走。刚刚在天台练完了，现在临时找了一个舞蹈房，赶紧去加练一下，玩一场。你知道那种没人但进不去的感觉吗？因为我们约的是6点到8点，但是我们找到了，所以我们决定换一个天台。来，继续，开始就蹲、起、叉叉。蹦蹦，然后就是你们自己的动作，擦，可以，这个手是这样的，对，就是在大概的时候。对，今天因为我们其实还在准备这个明天的训练，我们其实还在练习，然后现在呢，刚好是在转到另外一个舞蹈工作室去练习的车上，然后
刚好是8:30可以给你们语音直播，然后一会儿等一下我们可能还是要继续训练，然后可能排的会稍微晚一点吧，毕竟明天任务量有点大，也希望明天可以不要留遗憾吧。练完了，现在回酒店试装 ，Go Go Go， 拜拜拜拜拜拜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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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练完啦，小鱼的话，这会有点不稳，这个稳。OK。为什么要搂腰哦？六六，所以我看你想搂背，然后我就那我搂腰。辛苦老师，没事。好刷然后是吧？可以。那每个人风格一不一样，但是又特别搭。在哪呀？哪呀？谁呀？我我喊。小吴啊，别喊了，麻烦你，你喊他，好，喊我，好 ，OK， 好，戴林，李志林，罗思豪，来给你拜年，加油！到最纯真的绿洲才能够梦里所有感动心此刻还会颤抖化作夜我降落抚慰你伤口梦境的方舟是像光芒的星空天真踏上你在港口的云鸥奔向夜的